最近的大理有一个抗议人员呢，早晚背影同框的照片在网上热传，大家说了看到这一幕非常感动啊。再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。近日，辽宁大连一名抗议人员早晚背影同框照片在网上热传，感动无数人。因为这些志愿者为我们服务哈，也确实也不容易。大清早上来了，还那么冷，我得想每一个白天基本上都拍一张照片，完了发朋友圈啊，为他点赞。22号那天晚上，无意当中一看，哟，灯下怎么还有个人？妈，当时我就感觉到，确实这个志愿者哈太不容易了。雪花了，快点雪花了！需要用手机，就是发些安抚居民的信息啊，或者是其他的需要订菜的信息，什么都统计一下，还得上报。非常感谢我这边居民，他们就是时刻关注我，问我冷不冷，给你点地瓜，弄点热水啊。有的人还给我提供，就是说那个我哪哪没人住，你去怎么怎么的，但是我还是拒绝了。因为我们本身做这个职业不能，如果要是我要有什么问题了，得给大家都，我一直有幸被他们拍了，所以才大家都知道我。其实我们这个团队人全都是就非常认真负责的。最大的愿望就是疫情早点结束，让大家都恢复正常生活。